时候，有人说，小姑娘娃娃脸，演不了主角。没有定义过，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一步一步，就是把自己现有的东西做好。喜欢你们对我的喜欢，所以我们会相互陪伴，一直走下去吗？可能到了儿孙满堂的年纪，你还会跟你的孩子们讲，说我喜欢一个人，叫谭松韵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谭松韵。以前我想成为别人眼中最好的自己，现在我就只想成为我自己心目中。